的时候了，就是大家的反应都蛮不错，就是营员对于营长的那个信心都有，是，而且大家都觉得那个是个很难忘的营会，所以我是相信，如果是有透过特就是准备好了的训练，就是大家都可以做得到。OK， 刚才秀也说了，其实有分成人组和小孩组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小孩组的时间是一样吗？小孩子的时间是8个小时。大概我们怎样去分配？就是12岁以下的算小孩，对对对，这样子。OK， 哦，也是不错，这样子。如果说你现在即将准备要开始饥饿30的话呢？因为我们现在大概还有半个小时，也不用了，28分钟左右。对，28分钟。饥饿30了，欢迎你现在分享一下你的心情。还是你早餐是不是吃得更饱，还是怎么样的？就准备好了什么东西都可以跟我们分享的。KUSO 传送到32733323，打气加油的话都可以说，对，然后请现在进来喽，好不好？每次短信收费53。如果说想要通过电话，我们也开放03420988。好，那这首歌曲呢是送给所有有参与的，还有即将也想要参与的，或是应该说送给所有人了，有善心的人都适合这首歌，还有我们现场的 Silvia， 这首歌特别送给你的。哦，谢谢你。我们杨千嬅的大慈善家。 OK， 大家都是主播吧，你就是知道多一点。对，就是要省啊，就是除了是刚才省电之外呢，也是对于这个世界环保啊尽一份力的。是的，这个时候我们现场就要开始倒数这个饥饿三十到来了。喂，还有大概二十分钟嘛，20分钟。 对， 对，还有20分钟就要开始了，很紧张。陆陆续续也收到好多营员的一些分享。对，那我们现场呢，就有一位重要人物。对，还是饥饿三十的协调员，没有Silvia在现场。那刚才就分享了这一届跟上一届不一样的地方。是的，是的，对不对？那刚才我们就试一下问到说，其实在这个整个饥饿三十营啊，他们很多营员参与了过后呢，他们心情怎么去表达给你们知道呢？通常他们都会通过他们的 blog 或者是填写一份条条问卷，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情。OK， 当然我们也是有很多营员，他们会自动自发的创作了一些歌曲啊，还是做了一些剪贴的东西寄给我们，就是鼓励我们的工作这样子。哦，有发生过什么好像令你很感动，然后觉得说真的有帮助到别人的那种感觉？最令我感动的应该是一个有烟瘾的参加者。OK， 他出席了饥饿三十之后，他就打个电话来和我们说，他决定戒烟。哦，很好哎，这样子。然后他就讲说，他要把戒烟的钱存起来，用来助养孩子。哦，对，他就随便说，那笔钱反正我都花了，倒不如花在更有意义的身上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。反而可以让自己健康，又可以得到一些善心，这样子。对，又可以帮助别人。他有成功吗？有，他现在已经是大概助养了2-3名小孩了。哦，他说每等于刚才你说的是每一次会增加，对不对？他给自己一个大概。那好哎，这样子又给自己的一个目标，对，去帮助更多的人。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 SOS 方面，刚才就问到说，如果你在家或者是在一个营地正在进行，或者是什么在等待着那个开始，那刻的心情怎么样呢？我们首先有这位雨天说呢，觉得今天的气氛呢很温馨，所有的饥饿勇士加油加油，这样子。OK。德翔就说，虽然我没有参与饥饿三十哦，但是呢，他为所有的饥饿勇士们呢加油，你们是最棒的。好，另外雪燕就说，他在沙登呢有一间华小呢，准备开始这个饥饿的活动喽，心情很紧张啊，但是不担心，因为有很多认识的人一起来加油，这样子。Sally 就说，My girl and I， 就是他的小孩吗？他小孩了。对， 对，已经吃过了纳西勒玛。嗯，因为他在饥饿三十之前呢，先吃一下那个纳西勒玛，然后呢，他期望明天可以见到我们。哦，没错，明天我们也会出现在现场。对，然后那刚刚说吃纳西勒玛这样子的情况，好像比方说好像问 Silvia 了，其实因为我们待会要进行30个小时进食的，那之前吃多东西的话，真的会有帮助，会有伤害的。其实我们不鼓励大家就是在进食前暴食暴饮，对，就是尽量以清淡的饮食为主，最好是少油少煎炸的东西。不然不适应嘛，对不对？大会。OK， 刚才我们也说了，有一些朋友想要参与，但是可能他没办法参与，是什么情况下？他是没办法去参与，但是他又很想参与，你会怎么去做？他其实可以选择就是在他的地方或者是在家独立进食。然后再来出席我们第二天的倒数活动。OK， 他说胃病啊，胃溃疡那种东西。就是如果他本身是没有办法进食食物的话呢，比如说他有心脏病啊、孕妇啊，还是有胃有问题的朋友，像他们其实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，可能就是他们可以选择放弃一些东西，比如说我不上电脑30个小时，不用电脑30个小时，或者是我不要用我的手机30个小时。就是。
一种不插电的一个饥饿行动来。哎，不错啊，另一种方式有这样子。你可以吗？30个小时不用电话，30秒 OK 啦，因为你真的习惯性了。其实如果你真的办得到，那个是一个突破哎，对你人生来说。30个小时不看电视。对。哎，这很难的，真的很难的。对。或者不开这个冰箱也很难哎，知道吗？很难。真的。OK， 那待会呢，我们会有好多的一些嘉宾呢，上到来我们的神秘微服说所，大家来切开。